外围这脚球，这个弧顶处的这个防守还是没有给强度，脚后跟磕过来，小心嘞！赶紧顶上去呀！这脚球进了，这个禁区内的乱战，安永佳。安永佳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并不是说我们下半场龙井队就没有机会啊，只要敢于拼出来，把自己的这种进攻体系打出来，还是有机会的。站好位置，这一脚射门打在了立进柱门柱上吧？上，好像弹进了球网。啊，这是吕品啊。吕品。熊光这一场比赛，获得的出场机会也不少，表现也不错。哎，这个球禁区内有一个身体接触，直接韩国韩国，队漂亮！任意球破门，哇！这个韩国辉的赛季的第三个进球，对，任意球世界波已经打过一个打过了啊，一个了，这个江西庐山的那场，漂亮漂亮漂亮，扳回一分。